聚集我们在一起。阿门。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个聚会，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啊？今天我们有两种的恩典，一个是个人的，一个是团体的。这个团体的恩典就是特别借着聚会，神叫我们能够来得着。另外一面呢，这个聚会也是归于主的名下。所以像 这首诗歌所讲的，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是因主的名聚集在一起。并且这个聚会呢，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叫我们得着造就。所以我们在聚会中呢，凡事呢都当为建造。那今天我们聚会的题目，我们今天的交通的主题呢是各种聚会，就是带弟兄姊妹来认识今天在教会中各种的聚会。那我们就请基文弟兄来跟大家交通这一篇的信息。好嘞。